在心口难开游戏规则，这是一个激荡你脑部神经的陷害游戏。每个艺人头上的牌子中会标示自己禁止做的动作或禁止说的话，其他人需要以引诱或陷害的方式使被害者出局。一旦出局，就立即遭受万金轰顶的终极惩罚。今天马 Q 禁止否认，九孔禁止说接班人，小钟禁止说重庆，唐宗盛禁止学声音沙哑，洪都拉斯禁止说广东国语，裴林禁止做出瞪人的动作。我们现在就要正式演出这段精彩的江湖接班人，没有错，对，刚刚干班人，老大，老大，哎呦，你重病就快要身亡了。你有什么遗言要说？难道你在我们这么多兄弟当中，难道你想要当接班人？我才是接班人，我同意，我是接班人，不行，我是接班人，我是最重要的，我是接班人，我是接班人，你滚开！喂，你们的话太密了，让他错失一次当接班人的机会啊！是的，没关系，还是你认识我？你说。在所有兄弟当中，你最器重谁？老大，你要老实讲。其实我身上的疤都是为你所砍的。你再跟我说一次，我身上的刀疤都是为了你留下来的。你竟然敢跟老大讲广东国语？我们演的是广东版的。我要讲一句话了，刚刚制作单位讲说我们演的是广东版的黑社会，哦，当然要讲广东国语啊。对，为什么要让我被打？你这个，大家知道这一件外套吗？哎，只要我帮他披上这件外套，他就是江湖接班人。大哥，你是什么东西？哎呀，你做乜嘢？难道你要当接班人？你说你要，你有什么资格？各位，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听我说一句话。你说，如果你是接班人，你是曾志伟，声音为什么没有沙哑？为什么？有啊，像骗人。我现在还不够沙哑吗？不够。大哥，大哥，处理。各位，这个就叫做宿命，再来这个就不会。哦，哎呀，这哪这哪？哇，各位，可以安全过关了。叫到名字的人，请到前面来。哎呀，到底谁是接班人？威亚，威亚。郭富城，郭富城，多谢大哥。今天给你这个殊荣，你难道没有吓到吗？没有，为大哥死是我的一生的愿望。你竟然没有吓到，你为什么要选他当你的传人？不是传人，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选他当你的接班人？你竟然跟我说，在你的旁边，我还不够敬重。后面这段可以不用了，对，因为你已经是接班人了。耶！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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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有啦。那他哭了，这个接着就没事。这个不公平，都谁的？大哥，我说一句话。怎么？他刚刚被打的不是很爽。等一下，我们可以听。为什么？带棒子。你头在自己的堂口里面，你竟然亮家伙出来了。大哥，我对你是真心的。不不不，那一次不够，这一次比较强。对对，你想干嘛？我想给你套上这个，应该没事的啊！哇，等一下，嗨呀，各位，越来越难了。她是你们的夫人，也要让她有参与的机会。对，好吧。我怀疑你跟她有一腿，你对，你背头，你背着大哥跟她有一腿，对不对？怎么样？对，没有，有，没有，上次有吗？还高兴到流口水，屁嘞！好呀，屁嘞！你讲我屁，为了你要证明跟大哥的爱，我爱你。为什么？抱一下，我不要。抱一下，不要。处理，拒绝。这太简单了啦！拒绝，我太会拒绝了。大哥，老婆。你下来，我帮你捏一个不会死的。哎呦！你告诉我，你爱我吗？我爱你。你若爱我，你帮我把这次惹祸的枪折断。很。把折断，用力折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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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断。MacGill能够折断这把枪吗？三大天后齐聚一堂，就令蔡依林。可爱教主用杨丞琳，每颗泪都变成珍珠。国民天后张惠妹，不看可惜，看了绝对让你吓一跳，千万不要错过今晚的特别企划。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萧亚轩的惊魂记。被吓坏的萧亚轩能否在时间内完成任务呢？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各大卖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爱你。你若爱我，你帮我把这次惹祸的枪折断。很。把折断，用力折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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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断。你刚要折断了就没事。对呀。好，换一个，换一个。好，这个，这个，这个。仙哥最疼夫人了。好，我。你们到底要不要让我把这一件我们传堂的风衣，还要把它送出去？到底谁是接班人呢？各位。我要，我要。来，放出来。我了。哎呀。你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我们变成堂主的证物，最后会穿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你在内地是最红的，当然了，你知道我是重庆一哥，而且是谢谢整位重庆。重庆一哥，重庆一哥，重庆一哥，哈，你现在知道当一哥不是好当的了哈，真的不好当，哈哈。所以今天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这堂口，你就是堂主了。哈，谢谢。又叫我大哥，为什么？你吓到他了？为什么？吓到我了？叫我大哥，我是堂主。吓
吓到我了。你是谁？所以各位，哎，我现在要把我们这堂口的信物交给他。啊，我们的信物就是这个。什么？来，哇，你来，没有错，三个信杯。我认同大哥的说法。我也是，谁是金杯就用宝杯。宝杯，你为什么瞪我？而且你还拿枪，对，还有瞪大哥，你敢不进？你不进？你为什么瞪我？我没有啊。有这位兄弟，你不进，你不进，有你干嘛一直抱我呀？你瞪我，你怪怪的。你刚刚拿枪，我抱你怎么样？啊？大哥，你为什么瞪着我？大家是兄弟，你为什么瞪着我？你为什么瞪着我？好，两个都带起枪。就。你的流掉了，各位，请来决定你是否能够成为我们的堂主。加油，重新一个。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后土在下，奉天承运，你爸在前，你妈在后。怪怪的。三个。笨蛋，好，各位，现在我要请每一个人重新，我们这堂口今天开始要废掉了。好，每一个人都要自我介绍一下，好吧？来，好，你是当中最小的小弟，你来说一下。嗯，大家好，那个混黑社会就是我从小的那个志愿。那今天很荣幸可以，你的声音太小，太小了，不像人，没有种。好，那我这样。我示范一次给你，示范一次给你听。对，大家好，我是黄秋生。我还有黄秋生，黄秋生，黄秋生，转来。黄。哇！你干嘛自创饭哦？我刚才没有模仿啊。有啊，我刚才很像黄秋生啊，不像啊，黄秋生，不像啊，有在模仿啊。你不要，你觉得你有模仿的很好吗？你觉得你刚才没有模仿黄秋生吗？你模仿的是董念台，是不是？各位，从此以后金盆洗手，我就不愿意在这个江湖出现了。是，干脆这样好了。嗯，我既然走了之后，兄弟当中，如果你选中哪位，你跟他在一起，堂口就交给他，你还是当你的贵夫人，好吧？真的吗？哎呀，那你跟我在一起吧。不是，要选帅的，像我这样子的 ，OK 了。但是帅的不够帅。哎，慢慢来，慢慢来，你走开，你走开。帅有可能有肾固腺癌哦。你先说，你怎么样？你先说。真情告白，真情告白。小哥，心中我想你好久了。宪哥身体一直不好，但是我相信我能够带给你未来的幸福。你愿意接受我吗？真的吗？真的。可是你不可靠。你听了没有感动吗？马丁，你听了没有感动？想吗？红子老师。他也莫名其妙。哎呀。我要破坏的道具，下来！太厉害了吧！喜爱了吗？等一下，我抬抬。我跟你讲，从此以后我们要把黑社会发扬光大。好，每一个人要有他个人的味道，站出去，让你的对手害怕。嗨，就是要够小，我给你够小，对，我最会，够小我最好。找两位来示范一下，我，就你了，找两位，来，预备，开始，来啊，安顺，你觉得你这样很狠啊？那怎么样？怎么样？看我一下，看我一下，哎呦，卖。
下，帮他一下。麦基阿姨了，他是个熟了，你没有熟了，起来，我跟你讲，不要再怕他，没有再怕他了，赶紧呛，呛一声，呛他一下。这两个带头，这两个好，这个 ，OK 了。各位，现在已经正式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了。现在抓到三位，我们就准备 ending。没有问题，绝对不会是我。各位，对，你讲，听我说，听你讲，妈爷啊！我怀疑我放在金库里面的5000万被偷走了。啊？什么？不是我，是他，应该是你。你说是不是你？你做出这种事情来，5000万是不是你偷走？5000块是我拿的，5000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5000万，我想听我们的小老弟骂一下他，雷公啊，骂一下，是不是他？这种违反帮规的人要骂，不能不应。你在哪里？哪里？晚上那天晚上去哪？没有错。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我当大哥要讲话了。啊！一个大声斥喝，一个强辩，你们两个要讲到什么时候？不如我帮你吹哨子啊！带走，带走！各位，你很没用，还贴着我。你早就死掉了。你也是啊。两个还吵起来，不要再吵了。怎么样？现在要抓最后一位，有没有看到？大，最后一位。大哥，大哥，时间不多了，你赶快说出来，谁才是接班人？就让我来吧。啊，你看我的脚，一定要有这种功能才有办法。流氓的基本动作，基本站姿就要像这样子才像流氓嘛。对，要 tempo 的 tempo。你有没有用那种感觉 ？2, 1, 2, 3, go！ 你在笑什么？你在笑什么 ？1, 2, 3, go！ 你为什么？耶耶耶！大哥，干什么？哎，大哥跳舞，很高兴。大家在嗨的时候，必须要有人保持冷静。我就是那个守在大哥身边的人，大哥，您别忘记我，我也可以这样子。大哥，你换，大哥也可以这样子。大哥，你们和慢慢的，你们慢慢讲，慢慢讲。你是无畏兄，你抱着我的腿干嘛呢？因为我跟你有手足之情，你的足就是我的手。就改成面摊了啊！大家来吃饭，买槟榔了啊！可以的，可以的，不错，医生。那么，异形接班人几位要来挑战的，当然有挑战，有比赛。所谓的 compare 比较的话，一定要有老师存在。几位嘉宾朋友，他们是目前呢时下年轻人熊尬爷对熊，地位是我个人崇拜的偶像，个人在女艺人当中最爱的一位。欢迎小乔小姐。哎呀，小乔。哎呀，小乔，小乔最近气色有点不好啊。对，因为我最近真的很衰，车子不见了是吧？我车子被偷了。车子被偷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宪哥再买一部给你就是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你只要开出品牌型号，好吧？宪哥，我的包包也掉了，真的，包包也掉了是吧？
结果我整个家都掉了。现在对我最近手表也掉了。哦，恭喜你们这些衰鬼。像话吗？人家擦拭杯酒而已。再来说 Markio 小姐，哦 Markio 又来了，当评审呢。好，厉害了！再来这一位，不是我们在吹牛了，客家一哥。好，我们好好把它跳过去。好，稍微讲一下嘛，太熟了。因为这个接班人艺人本身就要多变嘛，才能够这个细水长流。那你觉得你本身这个优势在哪里啊？其实我本身也是很会模仿啊，也很会这个说笑话啊。对啊，为人成功。老师，千里之外没有人。请。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无声陪伴。打到不像啊，感觉好喘的。老师，千里之外没有人。你无声黑爸爸接落哼哼哼在撒去不该在遥远真相啊，不错不错，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飞行接落人你才飞行飞行被你给洗了，被一下怎么变来变去难变了，很厉害。哇，旁边还有我们的夏雨乔，大家好。本身会不会模仿啊？我不会。你不会啊？对，我没有那么有才华。但是他会 rap 哦，英文的 rap 哦，真的厉害哦。又突然间有人来到我的节目里面说要跟我 rap， 啊，见鬼了！他难道不知道我是 king of the rapper？ 来吧啊！又 Monday flip this day。To Ray Clay, the USUKAY CTLA from somewhere to highway, she still never be the same. What we say until you can arrange. Yo, 你这样讲，好像你是来这里英语教学。听你的英文口音讲的真是好，你的老师应该是 Tony Chan， 对不对 ？Oh my god， 轮到你啊，小乔。我哟，你是落下来哟，你是落下来。来了！今天呢，他们就是来挑战的。哎，三位当中有一冠军获得60万元的奖金，奖金这么多，我下次要来参加。真的耶！第一位，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认识九令，不可能。今天宪哥的这个威力一出来，我特别打了电话请他们来参加。不简单，九令刚从小巨蛋办完演唱会，立刻赶到这里来。想不想看？想不想看？哇，九令哎！大家不用花钱，坐在家里看电视就看得到了。Oh my god！ Ladies and gentlemen， 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舞娘蔡依林九令。九令我真的没有看过，是啊，因为你手好肌肉还会动啊，对啊，这么壮，可以看我们真面目耶！鬼，你有碰过鬼吗？没有，你又不像陈琳，他怎么又像鬼？你起来碰杀重击哟！我下次希望阿妹不要再有任何的才艺表演，希望她赶快下去，真的赶快下去，而且你不要跟我对眼，鬼妹，老婆，我是不是过世了？这里是地狱，都跟鬼在一起。那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乖乖乖乖 ，Jackie 走！乖乖 ，Jackie， 乖！九令，
九令啊，可爱！宪哥好，大家好，我是九令蔡依林。太好太好了，骗人！你好，你是九令啊？来来来，有有有那个味道，有那个味道。他的眼神很像，眼神很像。各位，平安讲啊，宪哥帮你讲讲话。谢宪哥，你不要这样子嘛。对，九令自从走红之后，对不对？一堆人就公干他，网络骂到难听，说什么人家整容，什么咪咪是假的，对不对？你跟他讲清楚。中间那是什么啊？白白的什么？怎么可能是假的？喂，那是假的。鬼贴出来哩！喂，我咪咪是电的，但是里面是真的。对嘛？对啊。鸡奶，鸡奶。来来来来来，你瞧一瞧。好不舒服哦。不舒服吗？那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舒服呢？你至少要剃个毛，你那个不好看啊。乱讲，我叫他名字，他会喊哟。好，我们再观察一下啊。九令哟 ，Oh my god！ 九令，你被包围了，举手。走，过来，他放下来。不啦，放下来了，趴下来了。来来来来，完全训掉了耶。是吗？对呀、啊，跳的是还不错啦。可是那个肚子跟那个那么壮的九令，我真的没有看过。肌肉还会动。对啊。我们真的，我在演唱会里面看他在玩那个鞍马。哦，对对对，我知道啊，是吧？对呀，今天原本要表演，可是因为现场没有鞍马，所以我就不有啊有啊。有啊，你在那边玩。篮球多好，来篮球篮球。哎，就真的篮球就有。宪哥，鞍马跟篮球差很多吧？而且还可以运球啊！来来，交给你了。哇哦！哎呦哇！哎呦！哎呦！哎呦！真的会耶！哎呦！呦呦！好 man 哦！好 man 哦！我第一次看到九令在玩篮球啊！还有掌声鼓励！宪哥，来来来来来。哎，怎么样？怎么样？他是红顶艺人，对，他是吗？泰国来的，泰国来的，泰国 man power 了，他不是九令。来来，乔妹，乔妹。我觉得九令呢，他有很多独门的，他都没有跳到，比如说劈腿啊，他的筋很软，对，劈腿他都没有表现出，只是手一挥一挥就说是九令。对对对，我们也会啊，这样也是九令。对对对，劈腿我也会，劈腿来，劈腿哦，二三劈。练家子的，练家子，好了，这是我们第一位了，准备给分了啊！好，来来来，一、二、三，请给分，五分，各位，七分，六分，为什么给七分？我觉得，因为我看到虫哥真的很努力，而且你看他跳，我是九令，啊，对不起，看到九令就觉得他真的很努力，而且刚又劈腿什么的，对啊，鼓励一下，七分，七分，哎，来，各位评审，我先提醒各位。后面出来可能更烂，没关系，五分下面还有空间，还有更烂，对不对？我觉得他模仿的神韵有出来，而且他的舞蹈跳的还不错，那个神韵，尤其是那个九令的那种神韵有出来，真的耶！好，请回宝座休息，好吧？谢谢，谢谢蔡依林小姐。哇，今天厉害了，除了蔡依林之外，还有一位应该算是跟我合作很久啊，我们这个我猜，哎呀，我的好朋友，好吧，一起欢迎可爱的可爱教主杨丞琳来喽。像事业的垃圾，每一天都值得去。推开门，正面欢迎。乖，乖，可爱啊！谢谢我们舞群老师，谢谢。还学土拨鼠哎，杨丞琳的招牌动作，好可爱呀！哎呀，丞琳，哎呀，你看的好棒哦，有没有看到啊？杨丞琳、蔡万林傻傻分不清楚哎。来来来，瞧瞧。哪像那？
那么大只的鬼啦。你有碰过鬼吗？没有，你又不像成灵，他怎么又像鬼？好可怕哦！你讲话都好不负责任哦！你坐在那边讲话，我们在化妆化很久哎。你有没有看到人家是忠于原著有没有？对啊，你看连这颗痣也比例上画大了有没有？对不对？我只能说一句话，什么？从头到尾没有个地方像啊。哪里像嘛？难怪你会没有女朋友，你都舍不得称赞别人一下吗？怎么看都像林真义啊！林真义老师帮我们讲周日八点档未来的走势啊！你现在当了解哦，周日八点档这节目呢，目前幕后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了哈。啊，那其实希望今年在这狗年的最后的岁末呢，啊，我们希望这个啊，周日八点档能够做更好的创意啦啊啊！最好的创意呢，就是要加人呐哈。哦，加人，这个节目要加三个人哦。加三个，加哪？那就不行了哦哦，只能加一个人，加一个人啊。听说这个节目有里面有酒桶嘛哈？是啊是啊，因为海产类的东西到东北角的时候，海产会死光光，因为有旱害掉了，对对，也会带晒。还有叫一个叫虫虫，对不对？虫啊，有虫不好啊，那个又肥又大，跟毛毛虫一样。而且我跟你讲，只要虫虫加进来，节目就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虫虫危机嘛。哎呀，而且虫子会被瓜分，会分裂。哎呀，那就只有加一个人，要跟我们国家有非常友好的国家了。你刚刚讲到瓜分，跟他名字有关系啊，瓜地马拉嘛。洪都拉斯啦，好好好，那考虑。宪哥，我可不可以把酒令再给他低一分？为什么？他坐姿太难看，他坐姿两个腿太难看，走过来了啦，拍不到了。不要瞧不起我，现在韩国找我要去做演唱会了，是吗？真的，我服装都想好了，对啊，我的服装还是这一套。娃娃装最流行的娃娃装，像话吗？太难了啦！真的，我觉得歌声也不优，他应该要唱的高八度，可爱一点啊！像刚刚九令，至少他高八度，他用细的声音。而且九令怎么样？他的舞蹈动作说实在还有大概六七分像。对，你这个舞蹈也没有。我觉得没有，没关系。刚刚九令有表演过的，我通通可以表演一次啊！真的吗 ？No problem。劈腿行吗？劈腿 OK， 我不相信。OK， 对啊。哎，这么硬，哎呦，还扫堂腿哈！立马动作，立马动作，扫堂腿，扫堂腿，哎呦！哎呦，真的，来真的，来真的，哎呦！还有一位听说他模仿那个是很像的，哇，这个太像了，谁？哦。姜育恒啊，哇，陈琳，我模仿他太像了。你能够模，他能够整段模仿完之后，还打嗝，真的不容易。就是。哒哒啦啦哒哒哒，嘿。时光里是永姜育恒，往昔只能回味。陈琳好丑。老师怎么说？哎，夏雨乔老师，希望拿出你们的良心。有啦，我觉得我们先给分，再来签名吧。一二三，请给分，开始。五四一，五四一二，马奇欧对你最好，你看一见面就评出你是第一名。不是，我有一分，是一分啦。那马奎尔就这样就不行。刚才在后台的时候，我还跟他聊天，他说很喜欢我啊。哦，是吗？对呀。我的表现他全部都 OK。你刚刚模仿那个姜育恒的时候呢，你的形象整个垮掉了。哇，你有一个重点没抓到，陈琳是永远保持可爱的样子。你看看你那个姜育恒那个样子，多丑！因为要模仿姜哥，他是忧郁王子。法令纹，我不能。你刚刚那个法令纹太深到这边呢，好丑啊！来来来，乔美，哎，我原本。想给零分的，他没有那个牌子。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勇气可嘉。什么勇气可？勇气可嘉。嗯，我说刚刚我就跟你们讲过，你们牌子要省着点用。对，给我七分五分，后面不够用了哦。待会那个出来，你们要拿负的怎么办？接着下来是不是有车展啊？对，为什么我看到有几个车展的女郎？会传出车展来，以为我不知道这一套车展有穿过。接着下来这一位，各位，哎，他家就住在车展的对面啊！来来来，称赞摆出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张惠妹来喽！真正恐怖的来了，未满十八岁的千万要由父母陪同观赏，免得吓破胆。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萧轩的数学很差，9746，是吗？9763啦，9642，9762。想看更多不一样的 Alpha 吗？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接着拍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hree。各位，我能不能问导播一下，我最近整个精神状况有点问题。导播，我是不是过世了？这里是地狱。都是跟鬼在一起。我突然间感觉像了十八层。高音一定要上去，我可以协助你。好，来，拜拜拜拜拜，你举起来，我就帮忙你啊。狼火，对你说，夏哥，我们是敬业，对，刚才听人家说，阿妹阿妹啊，太好了，胸一毛没有挂，我们贴一下这样。但你也不用找那种粘的那么紧的，哇，挂下来一万多个。来，老师，怎么样？我现在只希望阿妹不要再有任何的才艺表演，希望她赶快下去。我等一下真的要来一下，真的赶快下去，而且你不要跟我对眼。好丑啊！而且后面好像那个后面那种。各位，因为这一段我们是明年七月的特别节目。现在有观众期待后面，有吗？有吗？我怎么没有感觉？没有啊！你小心啦！有观众期有吗？有观众期哦！哎，为什么我看不到啊？这什么东西啊？没开天眼没开啊！天眼没开，你帮我看一下天眼。开天眼，呸！真正的鬼还可怕，对对对，人比鬼可怕，对，鬼吓人吓不死人，人吓人吓死人。我觉得就是。
歌唱，我知道你要唱现场，但是那个完全没有一个是对到拍，对，没有，而且 Kiko 老师都没有到，然后宪哥也在提示你，然后你还是这么说，好像老师你很会唱歌，也没有啦。然后重点是我掰来一下，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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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唱对那几个掰吗？好。见你一下子，忽然间来这干嘛？还拿这东西来？那大家都有加分题嘛？对呀、啊，这个制作单位我真要骂一下，以后要拿真的啊！搞死一个就算一个，请给分，一美开始。还是不够用了哈，拿不到零分。哎，你这样不啊？零分，零分，零分。我们一起，评审是公平的，而且评审我敢讲，不要太气。你是张智霖，不是？你是张太医子啊？不是啊，只要是阿妹看到这个表演，我相信阿妹自己都会想要自杀。阿妹会改变造型，改变造型。Bad Boy 从此不敢唱这首歌，而且用白色麦克风也没有。小白，我在后台交代您的，最像就是那只麦克风了。还有哪里像？掌声给他们三位鼓励一下，厉害了！从我们今天评分出来的一个总冠军呢，咱们疫情接班人就是蔡依林小姐。再次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四位评审老师。休息一下，进入更精彩的周日八点档。哇哦！啊啊，老虎，老鼠，下次分不清楚。奇怪，只有我一人飞，你们两个就从地面冒出来，像话吗？你们是春天的竹笋啊！啊！再次，再次，再次，预备，一、二。哎呀，厉害了！各位，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啊，听应该是高级的这个豪宅了，有没有看到？哎呀，看墙上这一幅壁画，咱们就知道了，有没有看到？完全就是了一个看不懂。羊的头，羊妹妹，哎哎哎，是他那边，然后肚子里还有一只叫山羊太太，这明明就是一个小孩。对，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各位，你们相信也好，不信也可。怎么说呢？来了一位超级巨星呢、啊。One, two, three， 我在想什么？我在讲什么？现在这是我的主打歌，你这歌是你，来了我魂如手舍。你跟他不熟吧？我对不起，我的音乐比较稍微差一点。那我们就打得你魂不守舍。我的呢？今天是稍微差了一点点啊。训，我跟你讲，今天萧亚轩来了。可是我现在心里有点紧张。不要紧张了，紧张。漂亮的。对呀，来。哇，哎，你好啊，你好，你好。哎呦呦呦！哎，真的是萧亚轩吗？萧亚轩啊，你们来个如花，这能骗人吗？我的心情你看到没有？哎，扑通扑通的跳，你撑不去了。哎，你好啊。哎呀，不要吓着人家嘛，妈妈住在你几楼啊？二三楼。哎呦，感觉这边都是。是啊，这里是豪宅，豪宅。有点权势才行。没有，我跟你讲啊，其实是这个样，有没有？一般的这个住家，家不在于大小，
再温暖了，对不对？人家说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是吧？对啊，那你买那么大房子干嘛？什么呢？对不对？一进门还要骑脚踏车，对啊。然后吃饭的时候还要广播，然后家里面还有电梯，那你买那么大干什么？你就买个狗窝就好了。所以说你刚才讲那个话不成立。不不，真的，因为我们家狗窝。哎，巩哥，你以后没有房子可以住到那了。对呀，哎，二三楼，妈咪，妈咪到了。哎，妈咪，啊，你刚下班了。我们也二十三楼。啊，我们也二三了。太巧了，太到他家去了。啊，真的是巧不拉几。哎呀，哎，常先姓什么？姓什么？是姓常。常先生，耳东常，耳东常，对不对？深藏先生，深藏先生，藏先生，哎哎哎，还有藏先生好，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帅气呀，哎呀，哎呀，一家之主，哎呀，太好，哎呀，北北你好，爷爷你好，爷爷你好啊，你看到吗？恭喜发财啊，给您磕头了，大红包送的是狼啊，都才几月，你磕什么？哎，小朋友，你好，哎呀，这个是夫人啊。妈妈，来，妈妈，来来来，哇，那个，哎，常爸爸对不对？你好，你好，你好，常先生，那这个夫人嘛，是吧？两位结婚多久了？五年的时间，孩子多了，这么多只啊？不，他肯定有一些是外界的，是不是？五年，依照常理判断，孩子应该是六岁左右。对，没错。哎呀，有没有看到？是我们这个是行家，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等一下，是你们两个是行家。对啊，我们还没有。我建哥是行家中的行家，不是，还没结婚已经四个小孩，老大已经出国念书了。哎呀，这就厉害了吧？案发现场来到了台北县的常先生一家，一进家门就看到了充满中国风的客厅。整洁干净的饭厅摆放着大理石的餐桌，饭厅旁边则是厨房以及后阳台。第一间房间是儿童房，在儿童房旁边的则是爷爷泡茶下棋的合适。最大的一间是常爸爸及常妈妈睡的主卧室，卧室的阳台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河景。另外还有干净整洁的佛堂和爷爷的房间，一点分布就在这些地方了。这次来挑战的常家是三代同堂的家庭，两位可爱的小朋友还找来了表姐同学一起来玩躲猫猫。所以负责躲猫猫的是姐姐甜甜、表姐双双和同学安杰。负责监看宠物的是常先生，抱着小孩运人的常太太和爷爷奶奶。心跳计则是由常太太负责别上，为我们提供情绪的反应。案发现场游戏规则，只要在限时30分钟内，一人不能够及时把这些人及有问题的物品找出来，家人们就可以获得奖金60000元。哟，你们今天运气好，我跟你讲啊，萧亚轩来了，哇，长得很漂亮，歌又很会唱，对，而且可惜的是啊，他太久没有出唱片，大家都期待。你们现在看到他会少有陌生，因为他自己也很紧张。哎，不要说你们紧张，我也很紧张。我跟你们一样，今天第一次看到他，关你什么事啊？就是，你不要吓着小孩子了啊！那大家特别注意啊，我们等一下萧亚轩出来，我们还可以请他唱唱歌给我们听，好不好？一起来欢迎萧亚轩来喽！哎呀！哎，跟阿嬷站一起，来来来来，哇哇哇，太好太好，哎呀，厉害了，好久的时间都没有看到你了，怎么上？好像这个好像半年前，好像听说本来要发片，后来就播到现在才发片。现在就是所有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的酒蓄势待发。这次有舞蹈的动作吗？有，这次第一波就是一首很全新 house 结合摇滚啊，是啊，的舞蹈，你会看到美国的舞蹈老师，这个舞蹈一定要美国，而且我有偷学到一两招。真的吗 ？1 2 3，你在放什么？猪大哥，哇，好！那个真的，现在那个猫懂俱乐部有没有？真的，我那卡比去啊，每天在跳的，你知道吗？新歌叫做叫表白，表白的，表白。其实现场可以来一下，真的吗？啊，好，那你要跟我一起打牌子吗？好不好？你看这个牌子，哎，他们是装的好可爱啊，没关系，来，老哥，你来一杯，一起猜，来来。我一直很有自信。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For you make me so shy every time you walk by。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说喜欢你，说不出
不透，好想跟你表白，好想跟你表白。主任，这有错，看到我们威力在前面，拿着六一六一万块拿在手里。主任，见没有看到在你们后面，常先生已经在阻拦你们，你们来到人家里还要露大腿。喂，像话吗？今天来到家里，我们是送钱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只有萧亚轩一个人，根本就是准备要送六万。这倒可以这样说，我是处女座，跳舞真的啊，是专场。但是找东西的话，可能不，处女座就是龟毛座。对，人家说这个处女座跟金牛座是非常的合。哦，刚好小弟是金牛座。哦，是吗？那希望我们有这个机会跟你表白一下。好，来来，六万元拿来用。来来来来，哎呀，哎，谢谢漂亮的维力小姐，有没有？今天小朋友，各位，有没有看到？手上拿了这六万元啊，念书，这是新钞，你们要不要啊？红包的那个味道有没有？今天如果说啊，这位漂亮阿姨没有把三个人你们找出来，还有五个一点找出来，这六万块就给你们，好不好？哦，开心，开心了。我想这个最开心的，待会儿啊，万一被找到哭的就是他。我们每次啊，小朋友都会哭，但是为了我们的荣誉而战，好吧？啊，谁昨天谁哭了？上一次有看到，你有看啊？小弟弟，哎，这个好可爱，你看没看？啊，跟爸爸长得好像，哈，两个都爱拉稀拉稀的。下面在这里。啊，这个是老大，这个是老二，啊，这两个是邻居，表姐，表姐啊，是表姐。那个妈妈哈，侧面有转身，转身，很像姐妹。真的吗？很像。哇，你哎，真的很像姐妹吗？我看一下。哇，你应该是瞎了吧？对呀，你长得怎么差太多了？好像阿贝，他把背面，哎呀，好像宪哥哦。喂，没有啦，人家长得比较像蔡依林啦。你跟九令是好朋友的，还不是？演唱会的时候他还去当来宾，还有两个，还有激情的。对，太好太好，那今天咱们就准备来开工了，好吧？那你要旁边先躲一下。OK。我们这边立刻把这个布点布好，再叫你进来。好 ，OK。好，掌声给他鼓励啊！来，各位，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来来来，带领我们。这边这边，我们大概一开始的时候，在这边有第一个的一个哦，第一个疑点在这个地方。看不出来 啊！不会吧？一百五，这会死人呢、欸。对，就是这人肉煮熟了啊！各位，相反了是不是？就是华小生，华氏跟摄氏的换算的比例不一样。而且啊，华氏的这种，因为我们这边是中式，所以这华氏的问题也不要记太深。小心一点。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再往这个后背，再往后背是厨房啊。哦，厨房。也有后阳台，来，这是有后阳台。今天这个地方，哎呦，哎呦，各位，哎呦，哎，搞大了，太多，太多，不是，他已经躲好了。你先看到这个，哎，妹妹，安杰躲在里面。等一下，安杰，安杰丽娜球，安杰，等一下哈，姐姐来，你就不要出声音啊，好，再知道啊，来，一米饭。Give you five. Give you five. Yeah. OK. 好，这样会不会玩不完？多好，妈咪叫你才出来啊！这阿妈在那里，妈咪叫你才出来啊！好 ，OK， 好，快点，快点，好 ，OK， 这里安全。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来来来，一个人一个疑点。再过来这个地方。哦。啊，各位。这个是桌子，有没有？我跟你讲啊，这个偏简单。这个恐怖，这里面空空的，对，锅炉也就这么一个。这个如果说在一分钟之内没有找出来的话，就算是智能不足。嗯，哎，你这什么话？就是这太简单，就算送分题。我很担心被你说中了。两个人一个疑点，好，哎 ，OK， 好。所以等一下有人不能动哦，哈，奶奶叫你，妈妈叫你才可以哦，哈。然后再过来的话，在这边。哎呦，天哪，哎，哎，各位，好贱哦。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栩栩如生啊！对，我跟你讲，这个就有点像小猪，有没有？那个莲，那个糖果的那一集。啊，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两个一点两个人了，好不好？还有，这是一个小房间，小朋友他们在睡觉或者是……嗯，这里人有这边会有一个。
啊啊啊啊啊！各位谁哟？二二得，那这数字都不对了，加一版就对了啦。二四得七加一嘛，三四十一加二，四四十六加一嘛。各位，哇，这个真的绝，一般人看在眼里，视之为当然耳。我现在才知道九一得八了。喂，九一得九了。你讲错了。我待会呢，我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我喜欢很随性的去做。那不过我想，因为这些小朋友看他们好动成这样，我觉得应该很容易他们就会露出破绽。那我自己呢，我想因为处女座吧，一些些比较很爱观察细微的小事情，我就反正就是。不该动的我也去动啊，不该喊可疑我就喊可疑，反正他们来捣乱我也来捣乱就好，所以就是玩得开心就好，他们一定不会得到这万块的。现在的话，在这个我们的神明厅这个地方，是吗？这样子会不会你在跟神明这样子开玩笑会不会不好？这是怎么样？天啊！哎呦，哎，不由得带他跪下来拜了一下。这是佛祖。哎，他吓着吗？啊，对，嘿，你好，你好。哦，这里还有个阳台啊。哎，对，哎，有没有整只用苹果面包做的？哦，看起来好想吃哦。哎，好好，这好久没吃到苹果面包。对呀，哎，真的，哎，你这样看你啊，真的，谁，你会吓我啊？哎呦，好，有小朋友准备一下，我们三个一点，两个人，两个人。那再过来的话，对不对？再过来的话，我只主卧嘛，主卧是这个里面还。哦，好。啊，今天你要嫁给我哟！哦，原来这张这个太贱了。好，三个疑点，两个人差一个人，对不对？最后一点在这个，就在这里。最后一点，哦，这个。啊，这里还有个小阳台。这哦，你好，妹妹，你要躲哪里？来，最后一个地方。哦，你躲这，等一下。好，小心。到这个，要小心危险，注意安全。哎呦呦，知道。等一下。哎，好，然后拿个东西这样盖起来嘛，哈，这样就认不出来了。这样，不是，啊，哇，哇靠，哎。观众朋友啊，哎，今天我们跟你讲，今天我们困难了，我这个有点难走，然后再把这个这样盖上。哎呦，各位，三重保险，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最大的重点？我看可能是这一个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有没有层层关卡？对，阳台前面有个阻挠，先吓他，吓他完之后心那神魂甫定。先开这个，哎呦，没有，没有，哎，好，可是没办法，你不能动哦，你不可以动啊，连声音都不可以出哦。好 ，OK， 好。八大疑点，在大门旁的温度计中，温度显示着120度的高温；在厨房后面的阳台中，安杰躲在洗手台下面；合适的木桌下躲着大女儿甜甜；而饭厅的墙上，栩栩如生的葡萄画上挂着真的葡萄。在小孩的房间内有错的99乘法表，在佛堂里有苹果面包做成了椅子，而主卧室内有常先生和萧亚轩的结婚照，最后主卧室阳台的精灵内躲着表姐双双。哇哦，自身拥有处女座细心特质的萧亚轩，能否识破这八大疑点啊？各位，现在计时30分钟开始。Welcome。从你进到这个门之后，就已经正确的开始了，好不好？好，开始。好，开始了，好不好？就这一区没有其他，没有，请随意啊，自己逛自己看啊。我可以陪着你吗？可以啊。你有什么任何服务需要喝咖啡吗？可以。我就来 some coffee。喝咖啡吗？我可以啊。好，我要珍珠奶茶，谢谢。网友公告我们说。哎呀，这好难哦，这个。网友说我们也有时候影响人家太 over， 所有东西都是吗？你觉得有疑问？任何东西，这个窝子里有躲了三个人，有五个疑点。三个人是？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你都可以把它找出来。东西会藏在柜子里面。都有什么地方都有，什么地方都可以。人人有把握，个个没机会。啊，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爷爷，您知道我是谁？啊，人人有机会。你是大导演，大团子，名主持人，就名主持人，对，我。
我如果是制作人，我不会站在这里穿这个样子，对不对？完了，但是看到没有，是不是？我就说嘛，会唱歌会跳舞的人，他就不太会找迷点，你知道吗？恭喜葡萄找到了！哎呦！哇，好厉害啊 ！Oh my god！ 恭喜你找到米奖，找到米奖的话就可以吃到一颗葡萄。对呀，没洗过。可以洗一下，可以帮你剥啊。你有没有看到啊？对啊。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当然啦、啊，各位观众朋友，这个是其实能送分给你。萧雨轩太久没发唱片了，所以呢，希望他呢能够收获满盈，对不对？谢谢。这位、啊、这个是送分的啦，玉女，我已经帮你剥好了这个葡萄，请你享用，你自己吃算了。各位。好，快点！好，快点，快点！所有房间都可以吗？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现在时间剩多少？28分38秒。不要客气，都可以，都可以。八秒，都可以啊！才刚一分半，可以踩进去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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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哎，时间暂停，暂停，暂停。他怎么这么聪明？28分。哇！冰狗啊，冰狗，冰狗啊，冰的！哎，这个很可爱，你们来，阿姨抱一下，阿姨抱一下，阿姨抱一下啊，可爱呀！果然，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处女座的眼睛。短短的一分半，他要把银找到两个疑点，还不到两分钟找到两个。照这个状况啊，那八分钟我们就结束了，今天这一集就结束了。哎，真的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太可爱了。好，那赶快去妈妈那里，好不好？各位，时间继续。啊，又有一位现场了。好，他现在也找到两样了，时间呢才过了两分钟而已。哎呦。哎，没事，没事，没事。啊，整个屋子啊，处处都有可能啊。这个样子。对哦，要看他找的是慢条斯理，对，很有程序的哦。对，没还没。哎呀，糟了，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遇到处女座，龟毛重，他为什么他巨细靡遗？他地毯式的搜索。嗯，这个。这字写的还不错吧？好，心下落成吧。这太难了，算了，我放弃。好厉害哦！你看，想字的话就要问土哥了。哎呀，你看这个行书。天哪，哎，我把摸到假的温度计了，一定会这么容易被找到吗？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Love Four》。字的话就要问孔哥了。哎呀，你看这个行书有没有？这行书写的真好。你不要一直闹我。哎，你看这个，这里也有吗？你要自己去看的。哎，这算是行草，知道吗？怎么样？千禧年初夏行草。九五，你要说等一下就要出草了。里面有宪哥的照片之类。有可能呢。哎，有没有？那谁？有没有这个秃头像苏贞昌？是吗？哎，你看。说金枪，爷爷，大家好，我是说金枪，枪，妈妈的心跳都会对，妈妈你我低一点，你这样人家容易知道有问题。嗯。哦，哎，哇，哎，这椅子舒服哦，哈。嗯，对呀，妈妈的心跳会不会太高？为什么？这椅子蛮舒服。这边一定有什么东西，让妈妈心跳这么大。妈妈，哎，降下来了。妈妈是因为看到萧亚轩了，哎，紧张啊！哎呦，哎呦，100，哎呦，你有几破秒破了？哎呀，哎，妈妈简直是心乱如麻。哎呀，我这里有吗？维力，时间过多少了？26分10秒。已经过26分10秒，过四分了，剩下这样算吗？这不算，剩下26分。哎，Eva，这是吗？哎，那当然不是啊。那这是什么？为什么鞋盒要放这个？这个人家那个结婚纪念日，对不起，老公送给老婆了，送一棵草，会不会太便宜了？不是，东西在鞋盒，东西拿走了。哎，你的歌叫什么歌名啊？表白，表白，我帮你打歌，好不好？我们编一个什么东西？这一定有什么东西，不然妈妈心跳不会这么大。1 2 3 4，飙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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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飙
好 ，1 2 3，不标不标不标白，不标不不标白。哎呀，他同一个地方啊，浪费不少。好了，不要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到底是为什么心跳跳这么快？开会。厨房也，厨房可以嘛，对不对？可以。我们今天就靠那个温度计。我不会骗你，我跟你讲。没有，为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我刚刚一看，我就觉得哇，真的那太难。但是说实在话，只要宪哥一讲到，马上就挂掉。啊，不，呸！来来，去照咖，去照咖，去。什么小强啊？不是，哎呀，好笑啊！哎，那个是我们节目的吉祥物，那不算啊，这不算，不算，那不算了。我还以为他找到你，没有，是吉祥物了。不好意思，来，贝贝，哎，你好，今天咱们胜券在握了啊。6万块啊，你知道吧？对不对？以前在当兵的时候，6万块买很多。啊！有蛇，贝贝，你救我！你们家有蛇啊！啊，贝贝，妹妹，你看，啊、这个许叔被蛇骗到。好累不累？不会啊。金门共好啊。对啊。你除了贡糖之外还有什么？我好饿，还没吃饭。真的吗？对啊。还有猪脚圈啊，刻一下嘛。我会吃这个。吃花生脆片。花生脆片了，那你先吃一口。干什么？来，人家偷偷出来。不是他，你时间已经严重 delay 了。好。我跟你讲，哎，别别别，有蛇！好快吗？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热情，准备对不对啊？这里会有吗？这里真的看不懂，不好玩，我不要玩了，我们走。是的，我找不到，我浪费好多时间。他没看见，他没有看见。过了，还好，不是，没事，你太明显了，你那个心跳声太明显了。找不到。哎，你没有注意到他心跳加这么快吗？有啊，134。加油啊！各位，现在有两道保险，第一道就是那个，第二道就是什么？人。对，小声一点啊！内奸啊！我跟你讲，我们也会攻击的。对。因为他那个是怎么能藏得好？怎么会？小心点！不会吧？什么？暂时间暂停，时间暂。走啊！是不是弹错了？左脚穿钢标找到了。没有关系，这样没有关系，什么？那是很简单的，就跟葡萄一样简单，对不对？厉害！好，那你说错，86应该多少？86等于48，48。35，85，81，88。怎么那么笨？对啊，97呢？九七四十六，9746，46，是吗？9763啦，96 42 97 96 54啦，啊，97 63，对，91 92 98 93 97 93 94，我们竟然被数学白痴，96 54，98呢？97 63，98 72，98要打桶边，错了，98加满，98 72，好，找到了，找到了，时间继续。其实我们现在是也挺无聊的嘛，你要吃点东西啊，不用，没关系，不要客气，反正也是拿你家的，我回去了，好不好？你想吃吗？你自己有没有少好的？我拿水果给你。水果是吧？我不，你坐，我自己去拿就可以了啊。在冰箱里面吧，有一大盘。你又来人家家里偷客东西啊？没有。对呀，对，哎。好一大盘的。每次到人家家里，哎，你这。
是外人，这不礼貌嘛。没有没有，是他们准备好给我们的。不是啦，因为每次来人家家里，没有没有，已经都是。不，姐姐，妈妈，家里还有，还剩下多久时间了？啊，19分53秒。好，要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啊！准备吃一个啊。六华现在是两个疑点了嘛？哈，现在是疯狂。你不会想拆开这个厨师机？我很想。你如果要拆开，要爬我那个桌子，会不会咬人？那很难说。对不起。对不起，多卖功夫。这梨子好甜啊，你多吃一点。哎，妹妹，你少吃点。这太甜了，你不太适合。香哥，已经18分了。18分啊。剩下18分的，还剩下18分。嗯，已经过12分钟 ，Elva 目前两个疑点，一个人。哎，这样差不多，进度这样差不多。现在心情是不是？我现在很忐忑，这不是打不开。哎，不，哎，你这个是黑的。哎，妹妹有没有在里面？妹妹你喜欢谁？你出来，6万块不重要。我带你去看S 的演唱会哦，夏国演唱会，喜欢飞轮海吗？还是你习惯跟衣橱说话吗？习惯跟衣橱说话吗？你还敢吃东西？你第一个被抓到，你第一个被抓到，嗯。啊，你把人家是用坏了，你变这样歪了。有没有东西呀？啊，那个当然不是啊。对呀，啊，那吓你这么，哦，好香哦，肚子饿起来，有没有熟悉的香味？有没有？一次。不是有面包的味道。你肚子饿了啦，那是你的血。没有，人在沙漠当中就会仿佛会看到血的感觉一样，那是幻觉。真的是幻觉，那味道不得了，它竟然幻觉，又闻到面包，很香的面包味道。那个苹果面包太厉害了，我进去看老半天没看到。不是，真的吗？是吗？红糖，红糖是什么？六哥，15杯，是谁？哎呀，啊，这边，什么？哎，发现什么？怎么了？发现一件事情，哎呀。你为什么爱你？因为啊，这个是常先生啊，你手捏他的耳朵，因为今天你要嫁给他。真的，我找到一个人。好，找到了，找到了，哎哎，扣一个。六把终于突破僵局，再次过关，但是还有4个疑点，时间还有12分钟，加油了。我躲在这里，一定不会被找到的。时间已经过了10多分钟，两个疑犯开始骚动了，他们能够撑下去吗？太明显了，太明显了。你看，我刚还说妈妈跟小雅萱长得很像，结果照片方就被抓到了，对不对？哎呦，没有时间，怎么办？小心，翻出来，满城尽带布拉夹。五。没有人。有在看节目哦，他都知道会藏在哪里。你看，他只要往里面推这样。对。结果打到他晕倒。你这个其实你不用打开去找，为什么？你只要外面喊一下，他们就会了。我老公回来了，他啪，就出来2、3个人了，得了，吓挂了。这里会有吗？有哦，那个是有透露讯息的。什么讯息？萧亚轩找不到，萧亚轩你严重落后了，怎么办？还剩多久了？急了！找不到。现在有没有感受非常孤独？有。哈哈，非常孤独。谁啊？如果是 SHE 都还有3个人啊，电脑不会开吗？啊？对不对？没有办法，一个人是孤独的。对啊。所以说，你赶快找个伴侣吧，对不对？可以帮忙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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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被吓到了。这是我们的吉祥物，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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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啊。哎呀！紧张了，萧亚轩能够看懂金龙下的玄机吗？别走开，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Pump Fight》。太厉害，张校长！哎呦！喂，没有人。刚刚还有十四分，剩下十四分钟。球了，球了，球了！今天要送六万啦！球了，六万块了！怎么办？现在心情怎么样？焦急对不对？感觉到不安对不对？对啊。没有办法。我的天哪！时间暂停，找到一个人，我去看一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要找到一个人呐，赶快通报一下。时间暂停。妹妹被找到了，来抱出来，抱出来。哭了。不买你的账片，哎，萧亚轩姐姐，好，不急不急，来来，把它抱出来，抱出来，来来来，姐姐抱你，啊，姐姐抱，来来，一二，哎，以后要当妈妈的好不好？但是没有那么大的 baby， 哇，妹妹大哭，我就知道宪哥说对了，妹妹哭了，爷爷被找到了，所以要仔细，好不好？你刚这样搬得过去，我们还以为没有了。哎，找到一个人了啊！赶快来，赶快来！阿妈安慰一下啊！来，奶奶安慰一下，来抱抱，好不好？这里不会有吧？哎，到处都有可能。时间暂停，时间暂停，时间暂停，怎么样？怎么样？面包做，难怪这么香。哇！这一只吗？不是啊。是什么？各位，做的是惟妙又惟肖的。很像哦。对啊。妈妈，如果你要拿出六万，已经用到拼命的地步了。哎，有有，这先面包也被找到了。啊！面包找到了。躲在香炉里面，小朋友也被在这里了。他哭的嘞，哭的。孔哥家剩下几个？哎哎，我这里肚子有点。借借借借借。来，谢谢。好不好吃？哎，好吃嘛，对不对？我又不是外人，来给你换一块。我跟你讲啊，我真的饿了，干了啊！现在温度就跟一个人。还有啥？还有一个，就这两个，就这两个。真的，只剩就这两个。我觉得这两个非常难找。哇哦，香喷喷的苹果面包被发现了，时间只剩下12分钟。案情陷入焦灼的萧亚轩，能否顺利找到藏在洗手台下的妹妹和温度计呢？去过哪里？应该，这边，这间我来过吗？这是我来过啊。那在哪里？这是我来过啊。嘿，一个人。这是你来过，你在家里迷路了。这是我来过。这边没有嘛？这样一个人。对啊。还有一个疑点。是最可怕的，目前是。妈妈，你心跳不能那么明显啊。不会有吧？好，真的。哎，又破表了，又破表了。呵，118，一百一十八。这边应该客厅不会有了。啊，只有这一区没有，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基地。好，有没有感受到孤单啊？超孤单，傻木鱼呢？傻木鱼哦，哎呦，脚麻了，脚麻了，你脚麻着，我帮你一下好不好？哎，别管人家放哪里，啊，这样好多了。哎，是吧？这个梨子还真甜，真甜，而且这个莲雾哦，超有水，超甜的。对呀，哦。假牙，假牙算吗？假牙不是，真不好意思。夏哥还有10分钟，好，10分钟58秒11了。
就看着那个钟，然后你喊出十分钟，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担心你的视力的问题啊。对啊，要不是你的视力问题，就是你的智力有问题。啊，后来我们判断应该是智力有问题了。对，我知道，我不想哭。爷爷，你精不精长啊？精长，精长，找到了，精长啊！哇，哎，我找到一个鸡脚洞。正点。你拿人家的冰箱，你什么东西？你搬人家的？我跟你讲，北北的鸡脚洞太好吃了，我会骗你。你怎么拿人家一只鸡脚洞？应该拿两只。我也饿了。孔哥，要不要来一块？孔哥，这好正点，这鸡脚洞真好吃。可以翻这个吗？哎哎，我不会藏底下啊，对，万一收出来人家的这个啊，哎，私房钱啊，现在萧亚轩急了啊。还剩下多久了？脚呢？我去拿。哎呦，恐怕找不到了。剩下一个人，还有一个疑点。哎呀，我说倩哥啊，这个6万块应该可以买到。买到什么？买到波萧亚轩的这专辑了吧？是了吧？可以买到很多专辑呀。哎，倩哥，来补充一点营养吧。好，连鸡脚冻你都能吃了，冰箱给人家干出来的。那我们还客气什么？哎，补充一点胶质，里面有那个锅盖，里面那个火锅拿出来热一热。真的。准备。OK。找不到。1, 2, 3, 4。找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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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来 solo， 点到谁就找不到。找不到。小亚轩来我家找不到，他想要找人，我保证找不到。他想找一点，他也是找不到。隆咚，隆咚，他到现在还是很在意他被找到的这件事情。哦，啊，等一下，等一下，小心，小心，小心。下面什么？外面不可能。叩叩叩！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会不会成为破案的关键呢？案发现场，小筑复仇记。没有错，上一次呢，我惨败，被我的歌迷骂得很惨，尤其是被我妈妈骂得更惨。那个猪脸我居然没看到，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因为那一次的失败，我认识了所有的猪脸。哎呀！哎呀！注意哦，我要来复仇。案发现场躲猫猫第二代，我要准备开始了。现在我的眼睛跟老鹰一样利眼。内容非常精彩，千万别转台哟。时间剩下7分47秒，最后一个疑点，快！没关系，
天哪！哎，宪哥，这妹妹太老实了。来来，乖乖乖，来吃，先吃了。哭了啦，哭了啦。没关系，没关系。哎，时间暂停，暂停，暂停，时间暂停。要来要来，就来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安慰。你又伤了小孩的心了，对不起，我再努力。讲完，他刚才哈，刚说一下，对不起，不是，是你自己敲门的。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只是随便这样子想说敲两下好了，就为什么有人空空回来？我搬过去我也是宪哥，然后就想不对，我再敲两下。他肯定想说有人在叫他。幻灭是成长的开始，对不对？没关系哈。剩下7分30秒，计时继续。好，剩下最后一个喽。可以，先吃点，好好吃哦。莲雾也不错，我觉得莲雾比较。它这个，我跟你讲，就是老人家在家里的好处，有没有？还懂得上面喷一点盐水。那我还喝一个，对不对？是不是？哥哥开心，哥哥开心。玩这么多，猫猫小孩子一定被抓到，一定会哭了。当然了，啊，他想说，我今天一定赢了，就靠我了，这样。对啊，跑不出来，完蛋。这个疑点真的很难，但是我又不能告诉他，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心是跟观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不论在高山上、海洋上，我的心都跟所有的观众结合在一起的。我不会泄题，除了宪哥，宪哥就是会泄题，你懂了吗？这样剩多久？54秒，宪哥。生茶，要不要喝一杯？不要。北北的，来嘛，你来一杯嘛。你这是人生真的很棒的，这高丽参基金哎，我来补一下，怎么样？哎，沈家五分多，没有错吧？我又找到一瓶人生基金了。喂，太过分了。是你来找，真的是我找到对嘛？我找到一个名，连宪哥都看不到。没有，我快疯掉。喂，你们有没有东西啊？哎，有钱算吗？哎，钱当然不算。爸爸，现在剩下多久？我好紧张哦。4分08秒。4分08秒。对，今天那个疑点是真的，好，但是他又不是那么的明显，对，因为是那种是会发现就会发现，不会发现你再给他看100遍你不会发现，是啊是啊，好，加油，好吧，一起来合唱就歌词啦，哎 ，1 2，好了 1 2 3 4，好了，找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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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灾乐祸，天天在唱山家里面，大家一起来看啊！突然间他们都找不到啊，又拿着一条蛇，他在打节拍，看起来好奇怪啊！来到这里真温馨，还有人吃饭，吃完水果还有大。很好喝，哎，可惜了。你又是吃鸡脚冻，你又喝人家人参鸡精，你在干嘛？剩下多久？2分30秒。知道先。还有。耶！胜利在望了啊！这个人参鸡精留给爸爸。这是在爸爸还想生一个弟弟。爸爸房间里面找到了。爸爸想生一个弟弟。查甫人哪要强哪要用，一定要补身。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吗？我跑马拉松。OK 的 ，OK 的，所以祝福你再生一个。看不出来哪里。快点，紧张一点，你站直。我找不到哪里，找不到，找了不找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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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天哪，快要剩下了，剩下2分钟。哎，剩下120秒了，快点，人家要倒数了啦。我找不到，你不来到这里，永远都找不到。快点跑跑跑步，不管到屋里还是屋外，在哪里呀？找不到，嘚儿飘飘找不到，嘚儿飘飘找不到，嘚儿飘嘚儿。心跳，心跳，老公抱一下。谁要来咬你？
不是，这不是，闪开腰，妈妈抱一下，妈妈抱一下，他是心跳，心跳，哎呦哇，对嘛，回到初恋的感觉，111，对呀，真的是，对，不错不错，剩下多久？110秒。不好玩，剩下70秒，头好晕哦，放弃了啊。大卖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玩一个游戏，他只要接近的时候，我们掌声就越来越多啊，好不好？好好好，预备开始。哎，哎，这没有掌声。妈妈掉到130了，让妈妈开心了。哎，你要掌声越来越多，代表你接近了。对啊。啊，你不觉得没有掌声吗？对，你草根精神。小东西啊，这个不对吗？您家有热到过120度的吗？没有，我家没有温度计。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今天最绝的了，有没有看到？这是华氏，这是摄氏，有没有？哪有到120度 C 的呢？人都煮熟了，人都煮熟了，家里温度计怎么可能到120度 C？ 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它这个换算也不太对，因为华氏换算成摄氏的话，就是华氏减32乘以1/9，就是等于摄氏。嗯，这样了解吗？真的蛮难的，对不对？对啊。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跟你表白。你有疑问你就拿起来嘛。而且他这样从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已经不像。这是谁想的？这真的才是处女座。真的是处女座，有点病态，对不对？所以今天恭喜他们。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Emma来来来，坐坐坐坐。各位，经由萧亚轩之手，我们要把这60000元赠送给长家了啊！来来来来来，谢谢他们。谢谢，你没有找到，好开心的吗？我刚刚只差把家里弄脏，先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新歌叫做什么？表白，好不好？新专辑，咱们唱好不好？60000块，少说咱们拿个2000块出来买几张唱片，可以吗？应该要的。买我的新专辑，还在玩呢、啊？哎，这小孩子玩开了，对不对？对啊。今年的太可惜，就差那么一个了，好不好？谢谢他了啊，也恭喜他们获得60000元的奖金，谢谢伟力。现场躲猫猫成功啦！今天呢太可惜了，因为我已经完完全全发挥了处女座最高境界。我刚刚就想说，反正就是随便乱找。我在那边站很久，因为我有听到妈妈的心跳跳得非常快，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不会是照片，不会这个小白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一直看，这颜色很假，我就觉得说，我一直觉得它很假。然后可是我没有转过来，我就想说。正常温度计应该里面有东西，可是我想说它放在这边，那可能是装饰品。
我觉得很惭愧，而且刚紧张到九九乘法表要背错，但是我真的会，再问我一次就好，所以我下次一定要来，我下次一定会找，而且我下次一定要找很好的帮手一起来，不然一个人太寂寞了，下次一定要来挑战。